据央视新闻消息称，当地时间6月9日，联合国大会各成员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投票，选举出2023年至2024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。根据联合国相关选举办法，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厅分为非洲与亚太、拉美和西欧及其他国家三个地区进行了有效投票。莫桑比克、日本、瑞士、马耳他、厄瓜多尔获得超过联合国大会2/3以上选票，成为新安理会成员国。从2023年1月1日起，接替现有的爱尔兰、肯尼亚、墨西哥、挪威和印度。安理会由15个成员国组成，其中5席属于常任理事国，包括了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、英国。非常任理事国10个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，其中亚洲2个、非洲3个、拉美2个、东欧1个、西欧及其他国家2个。按规定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，候选国至少需要获得联大2/3支持票，才可能当选非常任理事国席位。目前继续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还有阿尔巴尼亚、巴西、加纳、加蓬和阿联酋。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为2年，每年将通过选举更换5个席位，分别来自5个地区，不能连任。安理会15个理事国将轮流担任主席，为期1个月。